好不好？除了有这么多最棒
鼓励一下，辛苦了，刚刚喊得很累的回家，赶快多补充水分，明天下午四点半不见不散，谢谢。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特别在今天晚上陪伴我们到此时此刻，参与我们原住民族音乐节的活动，感谢大家热情支持。那么也劳烦各位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举手之劳哦，帮您周遭的这个场地，是不是看一下您有没有重要的物品遗失，遗留在会场，或者是您刚刚喝的饮料瓶子有没有记得带走？那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也麻烦各位帮我们板凳稍微叠在一起，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。